上啊，铲头，哎，洒了，哎，我操，没洒进去好像。我热哦。好他妈难操控，我跟你说。上身是上身，然后铲头。回收小臂，嗯，我怎么装不上去啊？啊，这尼玛太小了。需要买传送带啊！我好笨，什么好笨啊？不是，不是这个问题，不是。真的吗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无奈啊。这好像是。不行啊，我必须买那个大传送带才行啊。这土塞不进去，那大机器，那我刚买个挖掘机干嘛？那我买挖掘机干什么？操，太小了，这个，老子拼装了半天，妈的，尺寸不对啊，你这个太大塞不进去啊，你这个也太小了。挖掘机要13000的那个移动洗金机是吧？我早知道，要不我去贷款买个移动洗金机。这尼玛这多蛋疼啊，对不对？这他妈简直了。要买移动洗金机，我先挖一波看一下它有多少金子吧，先挖一波洗了之后看有多少金子，看有多少金克拉。桶里倒不进去，桶里太小了，桶太小了。桶小啊，挖了放漏斗车，还要买个漏斗车吗？漏斗车他妈好贵，我操，水再冲，水再冲，要不放大桶，要不放大桶，
应该得买点大工具，这个小工具这个放不上去，退货退不了货呀，买都买了退不了货，但这样也还好吧。请工人去挖土，那我看一下啊，工人是在哪里请？哎，请点员工过来挖土，这个带电的这个工人是这个加油站炼金，这个是睡觉，不请点工人啊，妈的，我自己挖矿吗？我一个老板我自己挖矿啊，先停一下水，看一下这个金子有多少，这得要桶吧，是不是得要桶啊？不然这装不进去啊。运输工人3000块吧。聘用工人，等待。这个工人一个月要工作效率34%啊，工作时间12小时啊，936一天。雇了雇了，好吧。上市。啊，电脑关了。该老子去挖土，请工人开挖机，工人呢？人呢？那个屌，给他发任务啊！给他发任务。淘金盆不含汞，含汞，是让他挖土还是用挖掘机？但用挖掘机没用啊。去老子挖土，发布任务，也发布了没用啊。那点发布没用。发布我也点了呀。这就好了是吧，我看他在没在挖啊，没挖啊，人呢？还没来。来个桶啊，你怎么没涨？还没来啊，这工人，看一下，那土都没长呢，现在长什么呀？啊，你说我右上角的黄金在长是吧？长这么屌慢啊？这就是这个工人的工作效率啊！
妈的不还是我的，还不是这你妈这个屌，就是个屌毛啊，这是我让他去开挖掘机。让他去开挖掘机看能赚多少。开挖掘机涨的也不多呀。尼玛特别浪费钱，他一天能挣到他一天的工钱吗？一天给他$1000，他不是在逗我。买个移动洗沙机就可以用挖掘机了。我钱一直在掉，黄金也在涨。倒进去了，开一下水，金子，闪闪发光的金子，不要开发电机啊，我操，这个体这个姿势，我操，真牛啊。哎，这个黄金越来越多了，黄金好多啊，看到没有，18斤、19斤、20斤，哇，长得好快啊，舒服，发财了。搞完了搞完了，这样我就不用自己手动淘金了。搞完了，关一下电吧，浪费电。发动机也关一下。26。其实我觉得可以把这工人给开除了，这样赚钱赚的有点慢。迅雷组车，工人在左边。好事可以运没错，但是你。把它开除了吧，垃圾，浪费我的钱。他这个挖土的话，就只能自己我自己挖喽，浪费我3000。运输，移动你的机器，故障，机器商店，给他开除了吧。开除了，可以了，开除了他。只负责淘金，可以开挖机，前期工人没用，那是前期我们就先不聘，先不聘请了咯，聘请没有必要，因为没有油了。挖机有什么用？我操，你学的挖机有什么用？还他妈挖机有什么用？
挖机挖土啊，有什么用？有挖机无敌，可以不逃了吧？差不多了，好吧，明天再玩吧。